騙徒無處不在，他們為求目的不擇手段。今年上半年，香港有超過18000宗詐騙案，你會不會都曾經是他們的詐騙目標？抽絲剝繭，為大家揭穿騙徒常用伎倆。 Ben Sir、七師傅、張聯同一眾演員破解受害人被騙關鍵，識破騙徒禽獸般的真面目。東呃西騙，10月9日起，開 TV 77台。